今天西安五百位十八个菜俩汤正在开席现场，现场加工，现场开席。今天新增了两个菜，小龙虾爽口小凉菜，脆瓜拌京鸡，敬请期待。哎，桌上是西安摆的鸡蛋，鸡蛋这个是什么？糖。哦，糖。啊。嗯，还活。今天最贵的一道菜是哪一个？最贵的烧羊肉。烧羊肉。烧牛肉。炸牛肉。啊。炸鸡蛋。今天都是硬菜啊，都是硬菜，都不便宜啊。对，都是硬菜。这我说咱们这里啊，最便宜的大席啊，都有哪些价位？最便宜的价位是吧？啊。最便宜的价位。200万，200万啊，200万，180万，最贵的呢？最贵的，我500万，600万，啊，有这是，以主家的要求，主家要多少钱的给他做多少钱，啊，主家要啥标准，也给他做啥标准，个人条件不一样是吧？那。富有带来他都要的好的，一般的他都要的差不多的，一般的戏。今天这个就算属于中等偏上了啊。这80%了就是。啊。500万。小王子，这个是炖的什么？霸王别姬，也叫小乌龟汤。小乌龟汤，霸王别姬。当的老母鸡。这个硬菜。精彩，羊汤、乌龟汤、凉汤。做红烧鱼。眼睛的还是呀？敬请期待吧。哎，啊。炸的腰果，腰果。哦，呀，今天净硬菜，没有软菜。腰果，等会儿还要炸一下。找你做大席的多不多？啊？找你做大席的多不多？多。最远的都哪里啊？啊？最远的都哪里的？济宁。济宁，兖州。
啊，外地的有没有？有，外地的有的太远也骑不到，骑不到、啊，因为这家的附近的都是提前订好的。嗯。头两天我朝鲜了。啊，朝鲜了啊。嗯，菏泽经常去。这个省会也有联系的。有很多，我只能用我孙娜的能力，只能负责我们一个菏泽市。他们省外的一般给你出了多少钱啊？省外的给你出了多少钱？出多少的都有，也有一个深圳的啊。深圳的他说机票来回返往机票报销，给20000块钱的那个啥。你都没去？没有，因为我就在家住。啊、嗯。他说你去了，你到了，你只把菜给我做了走都可以了，他不？那也可以，也合算啊！一两天的时间，得三天吧，就是三天啊。嗯，去一天，来一天，再那个一天。我说你拿你，我扎着这个运动。咦，上面的。嗯。谢谢二哥 ，Thank you very much. Good morning, class. 这是主家，就是专门感谢你送的酒和烟。小王子还送杯子啊，送的定制水杯。开奖了！这是小王子当家。小王子做菜现在是越来越精致了啊。冷，够了吧？啊，够了。卷成名吃烧羊肉。对。哥哥。嗯。哥。炸金蝉。这个是。这个叉叉啊。这是真牛肉啊。给弄点锅。这洗丸子。手工自己玩的。烧鸡。哟，慢呢，我走。炖的很烂乎。红肉嘞。呀，红肉嘞。啊？这是什么菜？香芋地瓜丸。香芋地瓜丸。香芋地瓜丸。红烧黄河大鲤鱼。上面还摆着红花绿叶。不是。腰果虾仁，麻辣小龙虾。小王子今天添的两个新菜的其中之一。牛外腰。干煸鸡胗，爆炒大肠。
还有我这有擦凉饭的，吃够了。京酱肉丝。京酱肉丝。那啥钱？今天最后一个菜啊，《霸王别姬》。不知道哪块了。